过来呀，好香啊，它闻到你的好吃的味儿了，是吧，妈妈？嗯，真可怜这个小狗狗。没有人要你了哦。妈妈，你不能跟他玩，知道吗？你现在是哺乳期的妈妈，他身上没准会有细菌呢，要是给宝宝就完蛋了，知道吗？要是传染给宝宝就完蛋了，妈妈。